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是11月12日，星期一，欢迎收看本期怼文啪啪啪。首先是明星简讯，编剧汪海林炮轰蔡徐坤迪丽热巴是假流量假表演奖，称一辈子不会与其合作。更方言，在铁齿铜牙纪晓岚里，热巴与吴亦凡只能演丫鬟和刘全。40岁的周韵红唇露肩照片，以耳环与肩膀距离远，被夸没有斜方肌，肩部线条超美。而50岁的邱淑贞现身庆祝梁朝伟获卓别林艺术成就奖时，也被赞美的不可方物。接下来是影视剧方面的消息，86版《西游记》，徐少华版唐僧被沙和尚掐人中笑场，我这样掐人一口烟嗓原因被夸可爱。下面的消息来自综艺圈，吐槽大会杨超越自曝被叫锦鲤很绝望，搜我夸一个大光圈就跟封神榜一样，我心情是绝望的。所以举报转发杨超越的推文，我怎么办呢？我就点举报。举报内容封建迷信。以上就是今天怼文啪啪啪的全部内容，我是米思瑶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